台湾零零七神秘解码，举手投足深藏密码。我这样拿表示我是安全的。这个笔啊，钢笔子弹，可以放假，一旦一丢可以中。最沉默的国家英雄，从台湾派遣我们的工作人员，牺牲了十万人，一生奉献，为人所不能为。逮捕了以后就是严刑拷打，每天打，打死不招，就心里面只有国家这个，我们就是一个忠实。周一到周五晚上11点，一天一苹果。